好的。我现在看到 LZ 在玩 Dota 2，小鸡鸡。哎，为什么这边的任务都不让我解？亚雷，感谢，是不是前置什么东西没解到啊？干，有可能欸，我来查一下前面是不是东西没接到，不然这样都不会进，都没有进展。烟米子，还有内湖川普，最后希望，谢谢你。不对啊，前面的委托任务一二我解啊，三四五嘞。なんで？那颗粒子，感谢。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欸。看上面也没有什么前置条件啊，时间线也是对的，啊，不让我接任务。而且莫名其妙的有一个剧情。武士假发头，
哇，现在这边蛮尴尬的，又不知道怎么接不到新的支线。看起来是正确的啊。还是要包含浮脸的，奇怪ですね，现在要怎么办？再睡一次看看，好吧，就多试试看，把你装换掉，分配料理卡路。さ、バンバン予想っちゃうよ。予想って何をだよ。あ、こんな格好してるからなんか張り切らなくっちゃって思ってつい。うんうん、なんとなく立ち姿が勇ましいわよ少年。そうか。うん、というわけで今日の夕飯係はカロル君に決定な。今日の当番レイブンでしょ。ちょっと、というわけってどういうわけ。いや、もうそのまんまの意味だな。カロルの服装小事件又有事件啦、朋友。煮个面来吃，好吃好吃。哎，你吃泡面，你们吃广告。免费拿神剑，嗯，没有吧，好像还他了，还他了，还有啊，剧情好多啊。连续性的剧情，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件事？习得武技秘技。哦，这个是那个啦，卡洛尔的那个叫做什么？叫做什么？妙异的世界。我还记得一百八。
这样所有人的第一妙意都有吗？有有有有。哎、欸，真的啊，浮脸的我还没看到过，浮脸不知道是用学的还是。没有哎、欸，还是没有办法学那个、欸。比如说取得支线剧情。我还年轻硬邦邦，这也是这是中文空耳吗？事件可以打哎、欸，打一打。物流上面说可以偷他们的武器。靠拉比斗。哎，这里还有人。这样这里有一点危险，所以打架的时候有人挂了的话，有点前面。这次装备变好下趴，这个这 skin 而已啦。来看我们冲破十文字，ブレイブベスペリア、イエガー様の敵。お前らなんでこんなとこに。やめなってば、無益よ無益。中は何も生まねえわよ。でもこのやるせない気持ち何とかしたいの。恨むならアレクセイ恨むのが筋じゃないの。アレクセイは死んだ、お前たちは生きている。ったく、いいぜ、相手してやるよ。待ってください、ユーリ。あなたたちどうしてイエガーと一緒に戦わなかったんです。あの時その場にいたのに。やつにそう命令されたからでしょ。違う？その通りだわ。それで今さら敵討ちか。意味わかんねえぞ。おい黙れ、お前なんかに何がわかる。イエガー様、私らのためにああするしかなかったのよ。どういうことです？イエガー様、裏でいろいろやってたのがアレクセイにバレちゃって、私ら助けるために。喋りすぎだ、トロワット。ごめん。事情がどうあれ、お前たちはイエガー様を殺した。許す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。悪いけど相手してね。やるしかないみたいね。そんな。来るぞ。
哈，哎呦，很晃哎、欸！我是说胸部，不会是双子，这也算 BOSS 战了，怪六十等，其实不好打，不应该在这个时期来打。哎、欸，偷到他的剑哎、欸，好爽！哎，偷到果秀之剑，耶！まずいな。干，真的水小，关我屁事。他说关我屁事以外，我找不到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讲。Michael 8127面对。干，都来不及补。这其实不太好打。奇迹软糖不能崩，我靠，好痛啊！天哪，这个真的是没办法混，这六十等太难了。干不错嘞！啊，这倒是没差，已经要死了。哎，我靠，还顶得住，好强！
啊，这个这里面没有人顶，是我靠，等级差太多了。换成功了。啊！全灭！没有料到他们等差差到60的。对啊，差了10的，这个时期没办法打，差太。多了。不过 Judith 如果换那个换丽塔可能打得赢，但是我觉得至少要55等。对，等一下，反正这个没有实现，之后再打就好了。外面是不是有之前我没有打赢的那一只？啊！
修满野牛。快给戏！哦哦哦哦！酷二三二五，王的怒吼！腹くくれよ。ローメッカ。
あー、電干、二連電被電死了勝利の合図、スキルしか。这是特别回报啊，香就香嘛。香想吃。这里的剧情是 Louis 这里哦，神犬汪屋开始了，闪避树木与敌人挑战最速抵达终点，没错，拉比多小游戏。滑雪板上滑雪板，美味的肉，不可思议的肉，提升速度与加速，但左右操作将会反转，减少时间道具。大跳跃区，难度其实蛮高的。拉比多超难的，这个拉比多
はラピド。20秒，真是太没妙了。白银的涌泉。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、随分楽しそうじゃない。おっさんにもやらせてよ。おっさんが滑ってるのを見ても誰もやりたいとは思わないだろう。そんなことないわよ。おっさんだってやるときは。えっ、あれじゃ楽しさなんて伝わらねえな。我看一下。获得称号。获得拉比的称号雪诺上诺配达犬。装备不同的过完指定赛道可取得各角色的称号。哦。只要把大暴走团身上的东西带着，就可以获得不一样的称号。哎，这个每一只都有，练到死。可是其实蛮好玩的，因为难度很高，反而很想挑战。哪尼？左右反转，巴卡纳！左右反转，左右反转对我来讲很难搞。差一点就一分内了，恨啊恨啊，白痴死啦！不看了，看了，不看了，可杀！哎，圣诞装。是个好点子。踏雪宅配犬。卡哇伊。银白纷飞的盛夜之中，穿越边境，踏雪来访。还可以放飙车男子，我看一下，哦，还好，这个是一分十秒内就可以拿到了，也是蛮可惜的。过完指定的赛道，有指定的赛道问题吗？有诶，它其实是有指定的赛道的。我看一下。Elstelu 圣夜的佩达娘，
可是他没有写那个，他没有写什么什么 cos 对应什么装备。哦，有看到了 ，cos 一也是那个黑妹。哇，我头上那个娃娃摇头速度超快的啦，刚刚惹我看起来真是优雅。耶，圣诞装 Estelize 平安夜的宅配女孩。来下一个暴走研究员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我记得是原版里面要拿大飙车团的要求，就全员突破。累的哦，你看这个赛道。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够用旋风冲锋、龙卷风啊，老。但有用。撞墙了。游戏不知道有没有最佳行车线的设计。跳太早，我看我刚刚这个甩尾怎么样，甩得真烂。要尽量吃，上都没有滑雪板，
看一下我有没有过时了。两分四十五秒内，哎，两分四十五秒内的话，空帮手，拿冰刀。真的是蛮高的，我觉得中边边好像有点差，真的不行的话中边边就很舒服，你不要掉下去跟中到魔物就好。完全不知道跳什么意思的耶、我这次要从试试看从右边，不要掉下去，什么都好讲。知性的滑雪，变成白白，是好丑。美珠，感谢果果水一成好，果果水，嘿嘿嘿，靠一点。质地软绵绵，超舒服，穿上它就能安心入眠，连天才魔导师都喜欢。好，下一个是暴走欧桑。看一下是要跑三号，一分十五秒内。许欧，感谢。
哦，一个直线赛道里。一剑完歌，完歌。哦，那个云，那个雾啊。我靠！呀呀呀呀呀！连顶两下子真小。一剑完歌。慢，慢，莫急莫慌。啊，稳。简简单单，好饿，感谢。本尊都是要，哦，帅哦，绅士的细心。男人就是要手脚利落，寡言却散发男性费洛蒙，然后内心充满不良企图。下一个是四号卡洛鲁，暴走基比口，三分十五秒内过关，哦，一定很长。这个。哇！哎，不对啊，为什么这个长得跟那个之前一模一样？蓝龙感觉四号 cos 三分十五秒内。哎，为什么这个长得跟之前的那个关卡一模一样？可是左上方没有 best time。管他的，先跑，反正三分十一。哦，那个云，那个雾。看你老师。撞墙减速比较无所谓。我怕你吃的时候要跳起来。我天哪、啊！
中国赛道啊，不要。这么完美的跳跃，只吃到一个。哇，蹦上去了！哇，这里这样子其实蛮亏的。应该还有机会，小张。还一分钟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然后让感受到你的生存之道，再怎么痛苦忍受，痛苦难受，让会紧抓着某种事物不放，拼命咬牙苦撑的模样。是哦。寒夜中的配宅配寻路称号。铃铛将将作响，划过天际，大红鼻子亮晶晶，大家快点睡觉哟。伊内，伊内，很适合你吧？嗨，下一个是暴走 Lady 五号，1分15秒美国文。怎么变成黄昏跑道了？頑張ってね。頑張ってね。无道，完全无道具，无障碍。然后一开始送你一个滑板，这个滑板如果破了就全部结束了，这些这样子是还好。像真的是还好，也只是这种关卡，路上又没有树。Too easy， 没有树也没有敌人就很低了。
人偶真是太棒了，但本尊更是曼妙，请你务必收下这个。哇，香腰璀璨一夜成套。回荡唯美华尔兹乐曲的舞池中，绅士淑女倾诉爱语吧，来吧，我们也共舞一曲。哦 ，Judith， 好，下面是六号暴走男，3分30秒内 ，Yuri。六号对，确认一下。六号暴走的七八，其实都出来了，六七八都有了，剩下两个是 Party 跟 Friend。行ってこい、ラピード。这个只要注意摔出去就好了。反正就是不摔出去，就只是过，摔出去就 reset 设定。啊，没关系，减点数，稳的。出去就很难再抓回来，就是玩得好要练那个最佳时间线。3分30秒，我他妈2分30秒都来得及啊 ！Too easy。我感受到你们之间无与伦比的信赖。帮乖孩子宅配礼物，坏孩子就只能受到惩罚。嗨，下一个是七号暴走海贼。